蓝蓝的天空，银河里，好像秦昊老师洗澡的那场戏。船上有棵桂花树，哇！白兔怎有？哇什么哇？别闹笑！我先下楼了，拜拜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东西忘拿，我刚。这身任务是什么？哎。你这样这么正面的问我，不，任务是哪一类的？是明天早上一定要做完是吗？它是不是今天晚上要爬起来做的那种？不是今天晚上的，对，不是。你咋磕上了瓜子？朗朗，你不要担心你的任务，你的任务是磕完这一包瓜子，我现在坐着给你磕。你可以直接把你的任务微信告诉我，我帮你做。我也可以帮你做。生怕朗朗中我们的圈套了，朗朗哥回房吧。朗朗哥，我帮你刻。你需要刻完这所有的吗？不是，我就想吃。哦、没有，这今天晚上咱们自己吃完了。朗朗哥那么困都要在这儿待着，我要刻完。你这人，好吃。你要刻完，嗯。没有，就想吃。不会吧？没有，明天早上的任务，时间特安排。不说了。李哥，准备睡吧。在这儿，灯在这儿，还得啊，就这样留一盏微灯，给我脸上有一些映照。我要怎么配合你？你就睡觉就好，我就睡就行了，是不是？对。行。你能不能认真负责一点？怎么睡嘛？我按照我平时的睡法。你就认真的睡。我们这个不是必须要等你睡着了才可以做任务吗？什么任务还得？偷偷到人家的床上去，一起睡五分钟吗？给你的任务。不能被揭穿啊！你先告诉我我怎么演，你就好好睡觉。周深的任务大家会知道，就是 action。周深任务表演 action。你好烦，你答应我，你答应我，我要让你睁开眼睛，你才可以睁眼睛，好不好？帮他开门，有人打扰你没有办法进行。还做任务呢？他还没开眼，我都累了。这样你们两个配合一下吧，你给他衣服，他给你那个。范丞丞自己玩不成，也别去别人也休想，是不是？对啊。我那唐老鸭睡衣呢？我没有拿。那不是你拿的，那就是。我发誓，相信你。看我干啥哥？你去丞丞房间找一下嘛。他哪屋？他那个右。这屋啊，右边啊，哪屋？我给你哥，我看见了好像。还回来，我没有衣服穿了。